各位，现在是澳洲时间早上6:35，我呢现在在我家门口，对我们呢时隔超级无敌久，然后终于要出去玩了，然后我们今天要去我第一次去的地方，我们要去阿德莱德，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啦。下车尿尿啦，下车尿尿。我们现在呢在南澳动物园，我们要来抱这个无尾熊，然后你至少现在抱无尾熊要10块澳币，他现在要挑战水墨蛇啦，很不可能，好，哦好冷，哈哈哈，我觉得你的手有味道，给你咬一口，是吧？他眼睛很大，我们的主角无尾熊出场了，舒服吗？毛茸茸的，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我上次抱没有抱到它，看舅舅抱无尾熊，哇，好可爱哦，屁股。好可爱哟！你看我，这是 special 的，毛茸茸。看到的。太凶了吧！而且我还拍到了。我们现在刚抱无尾熊，然后对，还蛮香，难怪他们那么爱。对，我就是觉得味道很香哎。对啊，只是它真的是有点小众。小肥，等一下，就是比我们葡萄香还重一点，可是它比较可爱，对，它比较可爱。对，我们现在逛逛个动物园，大概预计差不多12:30或者12点离开。可是现在已经11:52了，那就是12:30要离开，因为我们1:15在德国村有那个预定那个猪脚餐厅，对，所以呢，我们等一下就是再逛一下，就要去脚迪卡啦。他现在在吃马铃薯，喂食白色袋鼠成功。那这个骆驼会咬人的手，所以呢不能用直接这样子喂，要用丢的。哦哦哦，口水很痛。现在灰色那只想要骑白色这只，但是。白色一直跑啊，灰的又来了。好啦好啦，他们在那个铁碗里面放食物，然后猴子就会把它拉上去吃，超狂的。然后又放下来，扑，对不对？好小哦，这边也是超小的，这个好小哦。它应该刚生出来没多久吧，一包饲料味到底，哇哇哇，好湿哦，好湿哦，很臭吗？你闻看看会臭吗？不会臭，不会臭，你先给它闻好看。不过我跟你说，我怕鸟又怕羊。那你不会很可爱啊，很像狗啊。哦，我刚不要舔到一下，好恶心，好吃好吃。还有，我想吃芋圆。哎呀，这是那个舌头的触感，它是那个脚吗？哪一个？好可爱，好可爱哦！真的好肥哦，那只肚子，好可爱哦，水獭。他们现在也很可爱哦，好可爱，还有这个脸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霸王尾熊动物园。准备离开，我们要去德国村吃猪脚了。然后我花，然后你坐一下这个猪脚，那个猪脚，刚刚花29，原来是鸟园。然后这个人非常怕鸟。我们在德国村啦，我们来到德国。对，我们现在要去吃猪脚，我们要走路去我们预定的那间餐厅。这个小镇好美哦，真的很美。
真的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好，来，好，好。他们点了正宗德国啤酒。我们呢，就是因为七个人吃这两盘吃不完，所以呢，他们现在在把它切一切，然后我们要打包回去，晚上还宵夜。叔叔可以做可爱吗？叔叔，叔叔嘟嘴。你吵什么，老师？为什么？上课可以玩手机吗？有时候不行吗？这个老师傅可以换掉吗？我们进来他们镇上的一个 gallery， 然后他这边就是有让你写你的名字的德文，然后这是我的英文名字变成德文，跟原型差的超多。我们让他拿铁锅在这里排队，准备吃麻辣。好 cute 哦！啊，你没有啊？回家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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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弹舌！哎！现在吃完麻辣烫要回家睡觉咯，大家晚安。